Hello， 兄弟们大家好，我是白龙马。今天实测一下 ONEXGPU2， 也就是 7800M 和 GTX 4060T 桌面显卡的跑分对比。大家先点个赞吧。这个是开源宇宙的显卡坞，配上 4060T 显卡，通过 Oculink 连接游侠 X1。然后这个是 ONEXGPU2， 也是通过 Oculink 游侠 X1。都是外接显示器，同样的设置下开始跑分。